娘娘，魏公公求见。魏公公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宣魏公公。参见娘娘。来人呐，上茶。娘娘不忙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娘娘，奴才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，我话说完就走。何事让公公如此着急？娘娘，实不相瞒，奴才趁着为圣上传旨的空隙偷偷过来的。奴才几十年来一直在圣上左右，即便是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圣上为他人所蒙蔽。此话怎讲？娘娘，请允许奴才上前一眼。嗯。娘娘，圣上把拂袖封为美人了。什么？胡闹！娘娘息怒。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说奴才来过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。放心吧。你一心为圣上着想，本宫定会护你周全。谢娘娘，那奴才就早些回去了，不然圣上该起疑心了。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